我来是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，我要找一个 Gawas。也太乱了吧！这要是在家里，我一定被打死。亲爱的，如果你在，一定不会让这里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一定不会让这里变得这么乱，对不对？我不过就一个星期没有来，你的研究室就乱得跟垃圾堆一样。我是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书要按照高低来摆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心理学有研究过，我们的影响，我们的行为会受到我们的潜意识影响。我的研究室会这么乱，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潜意识里很需要你，需要经常看到这个老婆大人啊。歪理，光处理这些我都快忙死。啊，那你就不要管我嘛。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啊？没关系，我们都要学会长大。哎，你不在，我也可以自己整理啊。怎么好像有点难？没有你，我真的不会整理啦。阿奈，你怎么会来？你要找的高瓦斯是谁？我要找我老婆，阿鲁萨格萨。怎么样，巴奈？有看到我老婆吗？那她现在在哪里？月台。我看到你们站在卡瓦斯离开的月台，你们站在月台讲话，可是好远，我听不到。然后你们就消失了，就这样，我消失不见，我老婆也跟着消失不见。不是，难道她到底会去哪里？本来你再想一下，你还有没有看到其他什么？行李箱，我看到月台上面有一个行李箱。你先走吧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就行了。